转手为攻专用账号 Random Chappy。 转手为攻环节停止了，希望我们预计可以好一点。其实一个狗狗人20分钟600层爆敲达瑞斯啊，还是能够轻松的输。和连运气游戏，转手为攻吧。这账号角色不够多啊，没办法随机，我自己选吧，我自己随便选一只。我们来模拟脑内战斗，我们首抢应该是要抢一只啊，选变率很高的角色。圣烈之杖露露，见到你很高兴，见到你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我们是个前期水平相当高的角色，我们一直换血一直爽，打不赢奇乐斯啊，不要叫我去中单啊。啊什么吗，露露支援什么，我是圣烈之杖露露 OK。 石头人，石头人，石头人，没有用啊，石头人，石头人按就只有三餐被我们压在塔下的份了 啊！唯一能赢我们的机会呢，就是西南。六等后可以你撞，夜曲撞，你们两个人对着我这个老妖婆冲撞，也许是可以杀到我 啊！但是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们就不配赢，路上绝对不配赢。点烂你，哎，没事啊，你现在可以嚣张一点。我们出了圣烈之章，就会开始好好处理你啊。嗯，你不 Q 我，不考虑 Q 我一下吗？不考虑 Q 我一下吗？干嘛？我尽力啦 ，I do my best 啦，直接暴打一顿。丹利叔叔，请问你喊呼啊的时候，被我轻松一打二，有什么想法吗？你行不行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受爽没？哎呀，没有眼，没有地方 TP 啊！我想帮你也不行啊！哎呀，你们到底受爽没啊？死四次了，你要让我输是不是？谢谢聊天室帮我提醒，我自己来出话都被无视了。直接绕弹，完全没在演。你把人点死吧，你干嘛啦？你要进去不把他点死，我去你的！哦，难怪16。哦，什么水平啊，打野！啊！哎哎，知道知道知道。有，怼他怼他，再一个头再一个。干嘛不把他打死啊？你的操作有什么毛病，欧拉夫？我看着你的操作觉得很难受哎，你是要让头给塔拉丁吗？那个人你再靠他一下就死了。你跑去捡斧头冲他小了，你就靠他一下就死了。哎，我怎么往上 Q 啊？哎，太气了，气到往上 Q。嗯，被圣烈之杖露露暴打什么想法啊？哎，很痛哎，哎，好痛哦。哎，什么水平？一个老妖婆露露，他妈400，什么水平啊？
究竟是什么水平？我都塔掉了，是什么水平啊？哎呀，什么水平啊？啊！版本最强装备，圣烈之杖冰心，第三个随便，但是圣烈跟冰心一定要有。对啦，这个盾一直收割，一直爽。圣烈之杖暴吐一顿，暴吐一顿，好痛！圣烈好痛。Nope。咦，扭掉，嘿嘿，摇娃笨蛋，嘿嘿，两个小丑，嘿嘿嘿嘿，好痛，干活好痛。强，我好强，跟鬼一样，露露跟鬼一样，他直接喷血，牛牛，哭啊！哎，好烂啊，你们都扭不到，哎，好啦，给你尿一下啦。我这个身法啊，我这个身法跟那贵呀，强的不只是这个角色，不只是圣烈之杖，而更强的是这个。我觉得两件装够了，我们第三件装出神石，真的，604完美战机，转手为攻看起来比正常玩强多了。转开头，到哪？我觉得我超要打这些像夜曲这种角色，他绝对秒不掉我，而且我打得超痛，因为我又痛又有冰晶又会盾。哎，我的地方不要这样子啊！这已经发生了多少次？我只要一不在啊，队友就是无尽的 endless 疯狂送头。打狙击好爽，啊，还有四龙，八龙加地龙怎么输啊？啊 ，How to lose？ 不要怕，卡迪你还怕？哎呀，残血的诱惑啊！没差了，试一试而已，应该是不至于会影响到我们的胜率。一波睡觉了，好的，好的。我要弹他，我要弹他，我要弹他，我故意弹的，我故意弹的。露露还可以帮忙弹塔，哎，我还有这个没放。一面倒啊，各位，强不强？我就不多说了。圣烈之杖露露究竟是什么水平？我们就不多说了。啊！谁呀？谁呀？答案揭晓了啊！我们这把遭遇什么事情？我们各种单杀，打野各种送头，然后呢？夜曲一直来助我，我一直一打二，妈一直喷喷喷喷喷，
一直一打二，80的战绩。究竟我们的伤害是什么水平呢？啊，究竟我们的伤害是什么水平呢？哎，比 AD 还高，他们打的比 AD 还多啊！你们什么水平嘛？对不对？要一个胜利的智障老妖婆来 carry， 哇，羞羞脸真的。哎，好爽，打狙狙好爽。知道知道。哎，好爽，打狙狙好爽。给你尿一下啦，很高兴。哎，好爽，打狙狙好爽。你们两个人对着我冲撞，很高兴。干嘛啦？你要进去啊？妈一直喷喷喷喷喷，好痛哦！哈哈哈！妈一直喷喷喷喷喷，狙狙狙狙。